一直都在梦里。对，就是在梦里，然后跳到这块。那这个要在那个挖仓那个沼泽里吗？对，地上，就在就在。那这个我们要走梦还是走现实？要走走梦 啊，他跟爷爷在一块呢。哦，那走梦的话，那那个坑我就把无所谓，那个天上。走走走走，睡觉旁边还有天平啊，睡觉旁边，行行行，就这片，虽然后面犁过了，但是也但是也没有种庄稼，就这个后面，那要不然咋弄？一点能盖的盖。它只是跟埋枪的时候有点不齐。对，那跟埋枪就没关系。埋枪这块都拍完了哈。逆光能不能躲点？就是想办法躲开后面和这边离过的，就用这一片。所以景别上啊，还有角度上。卡一下，如果逆光的话，后面黑点能好一些。所以旁边的时候十五啊，够吗 ？OK。哦，有木筷子吗？有，垫一点，那它那个。哦，等会儿往那边上扒拉点土来。哎，喝一把啊，这个角有点低。这还厚吗？当然不厚了。气跑，我才不挖，又不能挖出水枪。哎，你个瓜娃子，挖出来可比水枪宝贝多了。我才不管，有水枪啊。哎，他们找你来了。看那儿吗？我操！有这个，这个要高一点，能不能？走。右手再开一点点，好，不动了，不升了，不升了，不升了，卡，行，我这儿行了，应该。预备，一二三，飞。
手张开一点呀。这个手没张开不行，重来。来来来，行，手为什么不张开呢？一二三，飞。咦，飞起来了，手张开。对不起，两位演员，我们还得再来一条。嗯，我们这个跟得太近了，稍微出来一点。嗯，机构。妹妹来，来，妹妹起来之后吧，妈妈能去我看看。那这个你就。现在呢又变成，也听不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你星星的话，你看要到人家敲门，要是让人家了着急的话，木月，木月，好的，他是不是我星星都出来了？前面那个，我老想着后期再配，但是一旦拍了就拍了它，好了。
看，那蜂人都睡过了。好嘞，然后我们这样啊，从车斗里，然后就先拍一个那个沃土哐哐一上车，好，就从玻璃上看过来，然后车走，然后再拍个主再拍个主观，开始。预备，开始。小哥，你们这是去哪儿啊？我大白家里。白家，在哪是？白新家，三哈新房子。咦，可大可新，还有自来水啊！你家要搬呢？我家不会搬的，我爸妈又不让搬。都要搬的，咱村儿都要搬的。哎，你看我去学校了，不是你打，还不是你行，怎么说走？大哥，走了。我要走了。我找桃子他们儿子。桃子都走了。桃子他爸爸、他妈和他都接到兰州去了。不错，我们走了啊！再等等摆下来了，你就出来耍了啊！能不能比这再松一点，这样前景来来回回会有一些，这样的话呢，他到时候一过来，他们上车的时候更加顺一点。저희살짝더와이드하게줄수있나요？开始。社工，社工，哎，社工，你们这是哪儿啊？我家摆架呀。摆架，摆的啥？摆新架。三哈新房子，咦，可大可新，还有自来水啊！你家要搬呢？我家不搬的，我爸妈又不让搬。都要搬的，咱村儿都要搬的。哎，你看，我是水枪，是你这个大，还是你这个小？咱们是啥子？大哥，走了。我要走了。我这桃子玩是呗？桃子也走了，桃子他爸把他妈和他都接到兰州去了。走了。走了，不错，我们走了啊！再等等摆下来了，就一块耍了啊！